去吃午餐了，然后呢，你有发现我今天一个？有，你今天穿这颜色也太显白了。对啊，你平常就是吃个饭，而且我心机很重，我用一个有这个东西。你知道这特点是什么吗？就是它可以遮你手臂的肉，而且它又可以露出一点小锁骨，是不是很性感？很适合这种一字领。对呀、啊，而且它这可以让你的肩膀看起来比较窄。它是裤装，非常的，然后腿看起来超长，170。就是比例看起来是有170，其实我根本没有170，但是我今天穿这样看起来超有170。视觉力嘛，增高10公分的概念。对啊，然后你发现我这里绑带的地方，我觉得是松紧带，对不对？嗯，它是松紧带，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绑带，有没有？就会让你的腿看起来很修长。这个也不会贴腿，对，非常厉害，就是完全的修饰下半身。对啊，就是很简单的一套裤装，好看这个颜色，太美。对啊，而且这个蓝很舒服，很饱和哎，看起来腿部真的很显白。觉得你的好像要白一些。对啊，好像这个颜色又不会觉得让我觉得太亮，然后夏天也很适合去海边，有没有？很适合去海边玩水的时候。然后后面也很厉害，它有露一点小背，对，而且它是有点像是平口的感觉，就让你的后面的背肌看起来比较美，然后这里又可以遮手，就有点修饰的感觉。